志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雅瑜，我在《中国爱》里面饰演的是王志玲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拍照之余，先给演员们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接着那张杰来，我们打招呼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杰，我在那边饰演李志远。好，维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维婷，我在《中国爱人》里面饰演的是沈若冰。如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赵凯佳。好，大家都在等你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秋涛。我是迟到啊，上面的有对，现在呢不只是前方，上面左边大家都是充满的，都要来看这五位演员的。好，我们中国爱人呢现在收视真的是非常的好，而且现在是如火如荼，正在赶拍当中。那大家知道吗？所以演员们他们就是这几个月呢都待在台中还有彰化都在拍戏。听说 Nick 你非常的爱吃。对啊，就是大家也知道我最近有点发胖，但我瘦回来一点，比之前好一点。然后就是因为拍戏也没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，然后中南部有特别多的美食，那工作之余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做，就吃。而且我据知情的情报指出，说你都会先找好，然后收工的时候马上邀单。我是比较就是我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就会希望可以吃一点好吃的。那我们大家就会想说，如果今天早一点收工，晚餐可以吃点什么不一样的。然后，所以我就会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找一些美食。那你在台中拍戏这几个月，你最推荐现场的朋友去台中吃哪一样美食？其实我们都吃的蛮烦的，我们都吃太多了，就是火锅吃蛮多的，烧烤吃蛮多的，然后演员们有一些也特别喜欢喝饮料的，所以我这辈子吃过最多的火锅、烧烤。跟喝过最多的饮料，应该就是这两个月，就是这近年二年。对，所以我这两个月胖了7公斤嘛。好，那就会被其他演员喽。对，好，没关系。那小莫，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？推荐的，我们很常去吃饭店旁边那一家，清清泽。对，就是火锅，因为比较近嘛。对，比较方便。然后他开到很。我跟你说，这些人。喝，我不要讲哪个牌子，他们喝手摇饮料就喝到我的肾要有问题。真的假的？每天他们请喝饮料，我们大家都轮流请，或者有时候是，比如说他们的来给他们探班的人请饮料，每次都是左手拿一杯，右手拿一杯，真的受不了。然后你看到右手拿，就一天喝三杯。好，那我觉得你们其实可以相约吃完去运动跑步，好，可以？怎么样？觉得蛮需要的。上次有补充一下，我有请大家吃水果哦，这个很健康。好，那另外有没有还有什么要分享？你们觉得吃到好吃的？因为像另外几个是在彰化拍戏，对不对？彰化美食也很多，维婷有没有推荐？但是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开车去绕过了，基本的什么比较什么贡肉饭啊。但是如果是我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要加入减肥的行列，我最推荐的是我自己的水煮餐。哦，对，水煮餐，我自己在店子挖，然后去对面超市买青菜啊，撒进去。那其实我们都有约，就是维婷有约，就是让大家一起运动。对，我每次都没有成型。我有哦，我有哦，我真的我自己在房间里做运动。那我认真在执行。那我知道了，就是干脆从今天开始，下礼拜你拍戏的时候啊，你们大家相约运动，然后可以拍照上传到粉丝团，让粉丝们知道你们说到做到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其实像我昨天晚上，其实我昨天晚上6约到半夜，然后因为我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表演啊。之后6月还有一些颁奖典礼啊，然后我才2个月没有跳，然后这2个月很喘吗？我昨天累到我快要吐了，脸都反白了，太累了。就是主要是最近的行程也很满，然后最近的生活作息加上我们吃的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有必要一定要赶快的运动这样子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大家在面对美食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先开心，但是吃的时候还是要运动啊，健康非常的重要的。好，那现在呢要来到呢我们要送礼物的时间呢，接下来我们的五位演员呢会分别挑一位粉丝，然后呢问一个跟剧中有关的问题，答对的朋友就可以得到我们精美的礼物喽。那现在我们先从 Nick
我们要先来找你的粉丝。怎么样？要问什么？要问你剧中相关的问题，就看你了。问剧中相关的问题。对。再问几个？问一个而已。问一个，问一个，人人一个，因为我们等会还有其他的活动。好。那你可以选择你要左中右，或者是上面，或者是旁边的楼梯的朋友们。我先问还是先选？先问。没有，先问他们都会先答。哦，好哦，聪明，他们就会很大声喊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先说你要选哪一边的粉丝？我跟你们说，跟他们讲说，等一下呢，我问完问题之后都不可以讲出来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再选。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哇，好不好？那你帮我看谁？好，那你要哪一边的？换人给你做。我就知道每次我这样，主持人都好怕被打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问我写的片头曲叫什么？这很简单。好，那你要选哪一边的？我好怕我被丢了。你选啊，你选。我选哦，我不要你左中右上下选一个啦。你选一个，选一个。王庭帮我选一个，王庭帮我选一个。左中右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指一个方向，好，然后你就从那边丢。好。好，三二，先举起来。要放下，要公平，要公平，放下来。三二一，哇，很难呢。有个几个很高的戴眼镜的，这个。戴帽，黑色帽子那一位。不是，他横条的那个，对对对。中分的妹妹，哦，中分的妹妹，对，是他吗？是那位吗？中分横条纹戴眼镜。横条纹。哦，就是你，高腿的那个妹妹。你啦。对，就是你。问题是什么？你跟我们再来太紧张了。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？你知道刚刚问什么吗？好，片头曲是吗？哦，那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还是要再怎么样？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大声说出来。什么？再大声一点。他超不确定的。我确定是清楚。不放。答案对吗？对啊。耶！鼓励好不好？那妹妹你可能要先来看一下哦，因为看到你被电到，跟我一样没睡醒。好，那我们的粉丝答对同的粉丝呢，先到我们的舞台旁边来。好，接着小梦，我来问一个问题，先问嘛？对，先问。因为我们这部戏是穿越剧，我们是穿越了几年前？穿越了几年前？这也蛮简单的。几年题目记得吗？对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妹妹要记得来我们台前哦，都会一起来发礼物。好，接着问题。好，我想问说，女生的沈若比和叛逆的沈若比，当叛逆的沈若比出现的时候，她一定要配一个什么乐器？哦，这个答案很简单的哦。好像有点难。哎，真的吗？你要选哪一边呢？那你快帮我指一边。好，换我张姐。那女神的是什么乐器？女神的时候就是没有外表，就是她也没有别的乐器吗？对啊。你不要为难我。没有乐器啊。好了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来开放给上面，好不好？好哦，上面的朋友们。对，那你但是上面也是要有你。我来挑吗？对。你可以说从这边数过来第八个。那边数外第三个，或是一定要男的，第五个男的也是可以，这样你就不会是坏人。那是红色外套。哦，红色外套，戴着眼镜的那位妹妹吗？那你们没有人举手啊？有人举手吗？哎，他会，还是我们慢慢举一次，还是你们要直接用挑选的？就他不知道怎么讲的，红色外套那个。红色外套戴眼镜，就是你。眼镜妹妹是你。我是拿什么乐器？当我变叛逆的时候。吉他，对，答案对吗？掌声鼓励，妹妹来我们的舞台旁边。好，你走下来比较久一点哦。好，慢慢来，楼梯小心哦。好，张杰，换你来问问题喽。我在那个试胆大会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哦，这蛮难的吗？因为他是某一集。好了，三，我知道。哎，那你，好，我先问。那你们要不要先下来帮你们挑，我来选。好，那张姐你要选哪一个？他会什么角色？胆小鬼，贪吃鬼。
我选右边的好。我选这边有人想要上来吗？戴帽子的，对，你，就是你。请问他扮演的是？什么？错了。就是这个。哇塞，错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未来将军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。那我们右边的选呢？你还要选右边，还是要选旁边的呢？未来将军。最后我上台，我跟你说我是未来将军，选这边。选左边的，好，来，那我们一样数一二三。黑色区块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举手。大声说出来。大家都是用叫的。尖叫的也是你吗？对，声音非常洪亮。好，那我们来选个问题。好，那我想要问一下大家，在上一集我被盟主廖海萌摸到小 B 胸部，是摸哪一边的胸部？背着粉红色后背包，因为那个会左右相反。对啊，你知道我在说，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右边，右边，耶！答对了，恭喜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台前，我们一起来颁发礼物喽。来，嗨。现在大家都好紧张哦，因为跟你们怎么都变成一张吓到的？对呀，又很开心，要不是穿越回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礼物。哎，你们三个都戴眼镜，你们是同学吗？好了，我们呢，现在的每位朋友呢，都可以得到一箱的统一面，还有呢，中老爱人的面膜。不过呢，我要跟大家讲呢，小梦呢跟 Nick 的粉丝更加的棒了，因为你们还获得了义大游乐世界套票，是非常的棒。大家不要难过，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大的礼物，所以我们先给他们大家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拿手来中间大合照一下哦。大合照，大合照。好，你们可以看到呢，他们手上拿的面膜呢，是 Disney 独家提供的，封面呢就是演员们的合照。面膜我们把它亮出来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是他们特别的，外面没有的。我们先从要后退一点吗？要收麦？我们工作人员先帮忙收一下麦哦。这位置 OK 吗？还是需要后退一点呢？往我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先看中间的，来。好，我看一下左边的，左边这边来。摆个 pose 哦，一二三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摄影大哥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中间这位大哥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，下一个，靠近一点点。好，大家赶快说声难得一刻，有没有？近距离的接触哦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单独玩，我们先请 Nick 跟小梦
就在中间，我们先来拍一张合照。来，我们一样呢，先看一下左，看一下中间。好，好，好，看一下左边的，左边的摄影大哥们。好，一二三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摄影大哥们。Go.
我们左边的来，我们看左边的摄影大哥。好，右边的摄影大哥 ，OK 吗 ？OK 吗？好，谢谢。我们的小梦，小梦来当个人的 solo 的。小梦今天穿的很厚。好，中间的摄影大哥。左边的摄影大哥，还有我们右边的摄影大哥，来，我们来一张。OK 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最后 Nick， 我们来当独白。位置 OK 吗？摄影大哥，好，我们来看看左边的摄影大哥。好，右边的摄影大哥。一二三，再比一个打篮球的 pose， 对不对？嗯，篮球是个队长。好，摄影大哥 OK 吗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大合照，我们赶快跟粉丝们一起合照喽！来，我们的演员，五位演员，先到台边，我们台前面，然后背